在吃草吗？刚是你采采叶子。现在我们需要解决一下水源的问题。抽一下水。现在用抽水机把这个井里面的水抽走，然后洗一下，然后再就用这里的水了。对，啥了哥吧？啥了哥？啥了哥？现在抽出来的水了，把我抽杯洗下。洗去。抽出来的水了。但是我都冲了，把我这个问题了。老板，咱俩是不是都去了？我们把这个抽水机放下去之后，水很大。这边是抽水机。看一下，很快就抽干了哟。这里面有很多小鱼，刚刚我看到了，看到没？游过去看到没？现在彻底的抽干了，我没有看到鱼，但是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虾米，你看到没？那种黑色的在动的那个，好多呀。这个抽水机还是很厉害的，十几分钟这一口井已经抽完了，看一下已经干了，我要下去捉虾去了。抓虾，真的是抓虾，满池子都是虾，厉害了我的哥。你确定是小的井里，不是小在我们身上吗？差不多了，场边我都傻了，亏了。哎呦，你呀、啊！我的根，我的根！这是表弟坑我的，我刚刚让他把那个坑埋好，他就没有。你看，现在我的鞋子，你给我洗鞋。